哦，那上周本来直播要开的那一颗，好，现在已经看到冒水了，对不对？那就是准备要破壳了。那这是它整个壳的外观，你可以看到这个水珠，有没有？那在这边已经几乎要破开了。这个洞洞，那我们看看另外一边呢？好，这个就不需要去特别帮它。好，那我们在底下打个灯看看，应该可以看它在动。你看，它不断的从这边渗出来，哇哦！它自己从这个洞洞顶出来了，不断的在冒蛋液。我们要看它顶出来的那一刻吗？你看，它自己在挣扎的呢，这都没有去帮它呢。哇哦！太感动的一刻了。有没有蛋壳旁边自己？哇哇，它在动，有没有看到？宝宝，你好棒！这是它自己从这个边边撑开来，我就说这个边缘是有裂开，这样一条一条，你可以看到它在冒水。哇，我们今天真的是太幸运了！哇哦！哇，它出来了，它自己挤出来的。各位，你看我们拍到是不是很精彩的一刻？Incredible！哇哦，那没有需要去帮它吗？要不要帮它呢？它吸到空气了没？你看它还在动，太不可思议了！每一次的开蛋我都很开心。那你看啊，它是从这个裂缝，哦，并不是我们人工去把它剪开的，对不对？你看他自己，哇哦，他自己在里面动，哇哇哇哇，转出来了，魔眼的宝宝，哇，没有打灯，太可惜了。我直接把卫生纸旋转一下好了。这只是魔眼的宝宝，很不可思议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鼻孔，哦哦哦，它的鼻孔，哦哦哦，哦，又哇，再转一圈，哦，尾巴转出来了，哇哦，这泡泡，你第一眼看到的是我还是手机啊？我们真的很幸运，我要是晚个5分钟就没看到了，所以还好，刚刚果然跟 Aaron 聊完天之后，回来就可以看到这个惊奇的这个画面。等下来算一下几天，3月10号，那今天已经都7月不知道几号了，7月11了吗？哇，你看。那其实它这个这边
鼻孔都还是被塞住的，有吗？这时候你就可以帮他了，但我很想看他自己弄怎么办？我该不该帮呢？该不该帮呢？你看，其实你应该已经你已经呼吸到新鲜空气了啦。那我就继续放着，我想帮你称体重我是不是应该开直播呢？太可爱了啦！不是已经吸到空气了吗？这个鼻孔不是已经 OK 了吗？这边还有点，哇，这样看很像蛇，有吗？他的眼睛，不敢相信。对，你来到这个世界了。接下来你40年的一生，等一下带你去看你妈妈好不好？太可爱了。帮你擦擦鼻孔吗？拿卫生纸。其实这时候就可以帮助他了。其实就是一种很挣扎的感觉。以前这种看到这个，你轻轻手在后面一挤，它就跑出来。但是又一种很想要看它自己出来的，这它体验这个世界的过程。各位，你懂吗？懂吗？而且它一出来，就会瞬间的开始奔跑。很可爱，我去拿个磅秤来帮你称一下。现在是00，我们把它移上来吧。现在还有单一的情况下，8.9。那我们等一下，等你出来。我已经人为的干预你了，你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出来的。它的长度就这样，很可爱哦。
它是收折在蛋里的。这个是它的软黄，有没有？我们看一下，它整个身体呢，滑溜溜的。然后它的小手，你看就是这样，像小婴儿一样。我帮你怼拖出来，你看那个蛋液。好，啊，不要紧张哦，不要紧张，这不是死掉哦，这只是它的小手手，它会跑很快哦，各位，你不要看它这样，它的小脚脚，它准备要起跑了，准备要起跑了，很可怕了。我们给你看一下，翻开来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哇。你看你的朵仔有没有很可爱？哇哦，还没有收完，所以其实你应该在蛋里面收一下，没有关系。我们来这时候再来量量看。带着你的小便当上来吧。6.5 哦，那到时候可能就是5点多克吧。哦，知道，我们魔眼小宝宝，这蛋比对一下，它身体是这样对折的。然后上面这个是宝宝色，哦哦，准备要开始咯。这一层到时候都会再脱皮脱掉。刚这个凹进去，就是因为它不是头在外面一阵子吗？我轻轻轻轻挤一下。还有短一弹出来的，这时候你确保一下它的口鼻有没有堵塞，有没有鼻孔，鼻孔都是畅通的，哦，很 OK， 准备开跑了。哎，你怎么脱落了？我们看一下你的肚脐嘞，哦。还有一点有吗？准备喽，准备喽，是不是？感觉你要，哇哦，这个金黄色。哦，那当然这个是胎皮的颜色啦，所以不要紧张。哦，胎皮的颜色。你看抓很紧，倒立，倒立也可以。好，下不来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看，6.1，哦，差不多到时候会有5点多了。这就是知道小宝宝。你的软黄，我就帮你留起来，哦，留在这上面，我帮你把蛋吐回去。
这个就是它的软红。跟我们的蛋放在一起。它最后就干掉，变成一小球。那这些蛋液呢？那这牙签是干嘛的？哦，不是帮它开蛋啊，是把那个蛋壳后面吐出来。刚刚去找 Aaron 买了那个基隆的最爱的那个香肠，一口小香肠，好。宝宝，你还好吗？刚出生的这个皮肤真的有够好摸的，水嫩到一个不行，然后手很皱，有吗？你看一下这个手，泡在里面泡了很久，然后那个。天哪，他这个小指甲也太可爱了吧！各位，你有看到吗？这时候还没有什么无害的小指甲，未来可是非常厉害啊！天哪，已经没有什么形容词可以形容这种很可爱的感动。好嫩哦，整个摸上去很像绒布的感觉哦，但这个脱掉就没那么好摸了。要是你能一直维持这种全身反光金多好，不看起来就很厉害吗？对不对？然后他的眼睛很快的就变成正常的样子。你看，这样抓紧紧，很可爱耶。出生就报警。报警处理的，本来你是要在直播上就跑出来的，晚个几天，你想留在我们家对不对？嗯，要去看一下你的姐姐吗？你前面还有好几台姐姐呢。我觉得巨人最可爱就是，他会开始把你的手指头当木头这样爬。这次其实出来很乖，有的出来就爆冲的。那为什么你在？这是在蛋里这么久啊，哈！
清洁完所有的蛋液有没有 5.9 克到6克中间，那它还会再退水，所以实际上大概在 5.7 左右。好，要去新家住咯。这个是大你前面两胎的姐姐，就差这么大。但大家请注意，放在他嘴边他就把它吃掉了，所以请勿把它靠近，有没有？3月10号，然后这是他那颗小肉球，所以我就在旁边写上今天是7月12，单手很难写，写不了，好，反正就是在这边写7月12，7月12的凌晨1点，好，其实差不多是12:50左右了，然后这个小肉球把它粘在这。好，那这里面记得要喷湿哦，要不然它很容易干。当然，你可以给它一些水苔哦，这个喷湿都没有问题。